年龄越来越大了，里边的手法就越来越多，原来是就粘这两边就能起来，现在不行了。谁的心里没有鬼，弟你在这儿呢，哎，能让你发现吗？你说花开的再美它都得枯萎，谁把心里看出没有鬼。给我们掉眉毛吗？生拽的话，你看这多大劲儿！在现场开包翻包，就是油彩公平分享。那边还有全新粉末的，知道这个吗？粉条，我刚用了几次啊，用这么多了，看来咱们这用量是挺大的。脸上都是渣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胶啊、榆树皮呀、啊、颗粒。你说雪白的影子都得沾点灰，谁的心里没有鬼？